Yo, what's up? 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今天呢，又到了久违的 prank 人时刻。如果你们之前都有在看我之前的 prank 人 video 的话，你们就会发现，其实我 prank 最多人是沙子啦，然后我妈妈我 prank 过，我妹妹我 prank 过，然后其他一些 YouTuber 朋友我也是 prank 过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是来 prank 一些我没有 prank 过的 YouTuber 朋友。那么今天我会用什么方法来 prank 他们呢？首先我就会打电话过去给他们，目前我的目标有 Bryson 啊、杨宝贝啦、啊、大神啊、碰碰啊，还有打铃他们。首先我会打电话过去告诉他们有个台湾旅游节目出高价找上门，拍摄广告费用是马币30000块，但是他们节目组会有个奇怪的小要求，那就是需要我们在拍摄其中一个环节的时候穿泳装逛台湾，让他们节目组拍我们。 So 面对这金钱和尊严的困难抉择，到底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OK， 刚才我就 send 了给六个 YouTuber。 OK， 首先有碰碰、Bryson、Findy 还有达林、Eugene、YBB 还有 Joshua。 首先呢，我现在就要打过去给我打给大神先。 Yes， 打过去给大神。 Hello， 你在哪里？ Yeah. 在哪里？我在回个家。哎，回个家呗，价钱不错哎。什么价？30000哦。我们两个还有加买 Findy， 你要问看 Findy OK 没有？30000，我们三个人。他是一个台湾的旅行公司来的，然后他 email 给我，他讲他是一个台湾旅游的节目，然后旅游公司，他们要拍摄一个旅游节目，然后他会包我们飞机票去台湾六天五夜，对。可是他有一个很奇葩的要求，他价钱虽然是很高，可是他讲有其中一天的拍摄啦，是需要我们男的穿泳装，就是底裤这样子，然后女的是穿比基尼在台湾那边逛，给他们拍他们的旅游节目。穿泳装在台湾总结啊？是。30000两个人分啊？啊。OK， 我明白了，你在拍 video。没有，我认真的。OK， 我要去来走泳装，我帮我穿底裤，叫我穿裤子裤。哦、不要骂出口哎、欸！你知道我要特地先设掉很麻烦的吗？OK， 你已经被我骗完了，你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拜拜。我是要打给别人的，拜拜。OK， 现在我们打给下一个人，我们打给 Joshua， 他有一点音。Hello， Joshua。Hello 啊。Hello， Joshua 是吗？啊，对。哎、欸，我有一个 job 哦。他是台湾的旅游公司来的，台湾旅游公司、okay、然后他讲他价钱是开到很不错，然后他们是一个旅游、他们是一个台湾旅游节目，所以他们会有一个旅游节目组来拍我们啊，可以去装逼吧啊，我们就只需要下面吃喝玩乐这样子啊，他会有一个节目组拍我们，他价钱是给30000。哇哦。然后可是哦，他有一个很奇怪的要求，他这个 trip 是6天5夜，然后有其中一天的拍摄他是需要我们穿泳装了。 What the fuck？ 他需要我们穿泳装，然后就给他们的节目组拍这样子玩水啦，基本上没有哦。他奇怪在于他要我们穿泳装，不是玩水哦，他是要我们穿泳装在台湾那边逛，然后给他们拍哦。 What the fuck？对，所以他就是这样子。我刚刚 call Eugene 了，然后 Eugene 也是讲很奇怪啊，对，基本上是去台湾啊，给他们拍耶。你需要做什么 posting 全部？我们不需要，我们只需要去报。哇、wow, ，OK， 但是我要恐怖下那个日期啊。那个日期会在是今天拜几啊？今天是拜一嘛？会在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。这个星期六就去啊。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，阿元会 post video 啊？是卖的。你被 prank 了。你还没有 get 到呢？我刚才讲星期六晚上八点。我跟你讲，很奇怪的东西。拜。给拜。拜。我们现在打给大神打了，就算打。我们现在打给碰地碰碰碰碰地。永远最忙了，他永远是最忙了。
Hello. Hello, Gaston. Hello. 你在哪里？我在家嘛。你在家？哎，我有个 job 哦，是需要你跟你姐姐的。OK。是一个台湾的旅游节目。旅游节目。他们是旅游公司，但是他们现在要拍一个旅游节目，所以他需要请我们这些马来西亚 YouTuber 过去。OK。OK。然后。他开的价钱很高，他开30,000。OK， for 一组人啊。他是找我，然后还要我找多另外两个 YouTuber， 我现在找了你们，你跟你姐姐那两个 ，so、mm-hmm. 就看你 OK 没有。可是还有一个很奇怪的要求， uh-huh. 他六天的拍摄行程嘛， mm-hmm. 可是他有其中一天他是需要我们穿泳装的，就是我们男的要穿类似泳裤，好像底裤这样子，然后女的是需要穿比基尼。OK。OK， 他其中一个环节是需要我们这样子穿，然后在台湾那边逛，给他们节目组拍我们。这样子。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要求啊。这是其中一 part 啦，但是也不是讲六天都是需要这样，只是讲其中一天的其中一个环节吧。怪不得你最近在健身呢、啊。那我也有一个很奇怪的要求哎。啊哈。你可以关掉摄影机吗？没有，我认真的，我认真的。你认真的，你没有在拍 video， 你在拍 video 是吗？没有，我真的认真的。不可能啊，不可能。你知道这个 trip 几时要去吗？几时？今天是星期一嘛，所以大概在星期六晚上8点。OK。啊，然后你在 Iron 的 channel 等啊。Iron 的 channel。Iron 的 channel 等啊，关掉摄影机，我说了。哎、欸，我等今天健身啊，要去拍泳装。没有啦。欸、你更想追，你还要再骗追？我该打给 Joshua， 然后我打给大神，然后我现在第三个打给你，我等一下要打给 YBB， 打给 Bryson， 打给达林，然后打给 Findy 他们。你是不是要接一下？对对对，我就是问你接有没有在 college。我要 call 买啊，我要 call 买哈。然后你跟他讲弟弟讲一定要去，讲弟弟想去。OK。啊，我 text 他，我 text 他，我先 text 他，我跟他讲，我很想去，然后阿元会联络你。你现在 text 他，你跟他讲我大概5 minutes 过后 call 哈。OK， 好，祝你顺利，拜拜，拜拜。很好，我们多一个帮凶，他就是碰底。五分钟过去了，我猜我是真的应该可以打给碰姐，碰姐 ，J 碰 J 的。服务员，哟，哎呦，得空吗？你得空吗？啊，什么？哎、欸，Gaston有跟你讲啊吗？他刚刚讲什么？你会扣我啊？对对对，我一个 job，、我一个 job 是台湾的旅行公司来的。OK，so 他的价钱是不错啦，他是出30,000，还要我找多另外两组 YouTuber。所以我找了你们哦，因为你们有两个人嘛，然后。哇，谢谢你。可是是几时重点？他会在六月的学校假期，他会需要我们这些 YouTuber 过去他们的去他们台湾。OK， 所以这是一个4天3夜的 trip。四天还好啦。啊，它是一个4天3夜的 trip。然后我跟 Gaston 讲啊、Gaston 讲他 on 了，但是他讲叫我 call 你的时候，他叫你也尽量安排一下，因为他很想去。可是还有一个很，他有一个很奇葩的要求。他4天的拍摄。你这是 prank 吗？喂。没有，我认真的。OK。认真的。他是。真的吗？我就觉得不是。认真的，真的。OK， 你讲啊，来。真的，我没骗你。他其中一天是需要我们穿泳装，男的穿泳裤， okay. 然后女的穿比基尼，然后、okay. 需要给他们的节目组拍我们。啊？需要给他们？这是安全的吗？这个？安全的、啊。OK， 你先给我发誓这个节目不是prank哦。我发誓，真的不是prank。然后他需要我们穿着那个泳装在台湾那边逛，给他们拍。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我没有认真的。然后你知道出发日期是几时没有？其实今天是星期几啊？今天星期一嘛。啊。出发日期是星期六晚上8点。讲什么？这是你的节目发布日。在阿元的圈呢。
太严肃了。是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我问你，我弟弟是真的相信还是不知道的？他知道了，然后他叫我打一 prank 买你，他讲他会配合我，所以他是帮凶。OK， 所以我现在扣别人。那我带你去穿比基尼去逛啊。好，可以。OK， 拜拜。OK， 拜拜。每一个是单纯的，还剩下 Bryson、杨宝贝、Findy 还有达林，四个，剩下的四个。然后这个影片目前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长了的，我觉得，所以我需要分成 Part Two， 所以。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你可以分享。OK， 首先就是对对，去那边订阅然后开小铃铛。对对，每一次影片的结尾都讲同样的话，可是我竟然可以忘记要怎么背。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拜拜，原子弹们，我们下集。对，你们都会讲，拜拜，拜拜。